看看新闻网。活人与死人争地，河南周口平坟200万，顿时呢冤魂漫天。为此，有一豪杰穿越时空来到周口。前天毁神，昨天拆房，今日平坟，哎呀，当真是生不许叫，死不许笑呀。出门见棺材，升官又发财，死人的墓碑压死活人，荒唐至极呀。觅回方寸地，留与后人耕，其阴德呀。您老当年不也挖过坟吗？我挖坟便是，是为报兄父之仇，而您老绝了，拆活人房，平死人坟。衙门自古嫖冤魂嘛。即使再死十人，也不留一座坟。自古匪过如书，官过如替，您这是掘地三尺，敲骨吸髓呀。周口是花样县，太后陵是不是坟呢？占那么大面积，要不要平呢？那是文物，不是祖坟。那曹操72义冢占地700平米，要不要平呢？那在许昌，不在周口，我管不着。你可知这河南大地买了多少中华豪杰？大禹老子范蠡上阳苏秦，而与平凡之事为上进之梯，绝人之种，报人之官，辱人祖宗，坏国之礼法，使万死不足恕其罪呀。咱祖宗都不要了，还要什么礼法？我算服了，你让祖宗圣贤惭愧呀。无需文武百家靠推土机就能平定中原。那你家的坟平了吗？平了。平了。平了。铲平一切，才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